东北人对桃罐头能有多执着？俺老到这个时候就开始做桃罐头了。你再买做罐头的桃，你想，不用太好，水果的话还贵，价钱还高，越少越不尖上，它一打圈就好了。对呀、啊，就买那样式，还尖的，这也不贵，才1.5块，学校家还行，还行。哎呀，这老太太省毁了，省的。咋着？咋能解决就解决了？大家洗。你太省了了，行啊。哎呀，做罐头啊，你就给它洗一洗，洗一洗就把皮去啊。你要不乐洗，你不洗也行，把皮去完你可以洗也行，但是就是冒汤。要不洗，要闹事让它刺的。啊，你就可以洗洗，把皮去就好了，就装。行，洗好了，开始削皮了。帮着干一干。妈，我给你带你。你这包浆还干了？又带一个，要一个还得再一个，就快点。干了干。啊，我帮你学。啊妈，不用，别能干活，不用。你学啥的了？我不尝尝它什么味儿吗？它能有什么味儿？这老能有什么味儿？啊，你要吃我月都是给你吃的，不能你带你学的东西。这老太太，我帮你干活。不用干。哎妈，你这也不能干活。不用干活吗？这桃啊，就这种勺，就送家桃地上的嘛，一放。就一个一皮一个呢，嗯，这样子嘛，那么一弄，一那倒皮的好，对，嗯，哎，都啃啃的。你怎么都吃了？你给我一个。妈，你尝尝呀，嗯，你都吃好几个了。等下给你，等下我再扔给你。够死，够死。俺老搁这学徒子。俺这学徒。现在老小都学徒，只有一点就学徒，老了也学。啊，给我！啊，那这样给你看看吧。哎呦我天，你简直是，裁缝被揍的，裁缝。这么酷出来的哈，是挺有型的，还挺放劲。我姥姥原来是拿刀切，拿刀切费劲吗呢？就是。也行，扔切，但是没有这么漂亮。切那个车直，你就这样也顺你掏的软，切的好，这样是挖的好，装瓶还好做。这俩人开始装瓶了。干嘛？啊？干嘛？你往瓶装，往贼装吗？干嘛？我用你反应挺快呀、啊、你哎呦你简直是你把天吧你把得看着脸你简直是你可不行不让眼看不让眼看看不用带嘴去我不做了拿来创我简直是你看银娘俩这个供需俺妈放白砂糖俺老放冰糖这个糖还有什么讲究吗？没有，这东西要是爱吃甜就多放点，不爱吃就少放点，就是没有那么说的嘛，多放多少。放完糖以后加水。你这个瓶盖啊，你就这么打上，你再拧是，哎，6-5点小缝，啊，就行了。哎，今天就下锅蒸。你给我看点啊，上去15分钟就好了哈。啊，好，我一望。开锅了。开锅啊！太爷，哎呀妈，留住，使劲，哎，可劲的，哎，再要撒气。这东西就趁热拧了，啊，就这么拧，趁热拧，尤其以后放多长时间也不得，它也不坏，你撒气就不行了，哎，好，
拉，哎，拉，哎，这个为什么倒过来放啊？就是看透不透气，一会透气就穿不住了。哦，哎，它什么时候能吃这个？一个礼拜，你别动，不是你也等，这不现在不用烧。好啊。